在台湾的企业已经面临由劳力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转型成知识密集的产业，靠生产设备及靠廉价劳工获利的这种企业已经快速的外移到大陆及东南亚地区。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这种竞争优势，而现在却成了企业的一个致命伤。所以呢，未来台湾的企业将面临以资讯为基础的知识竞争环境，也就是靠技术创意来满足客户需求的一种竞争方式。在知识竞争的时代里，将会造成以下的一些现象。由于资讯的快速传递，竞争的基础将会不断的改变。例如富士软片及柯达软片公司，由于数位照相机的普及，竞争的基础将由过去的软片技术变成现在的数位影像技术。第二，学习的速度将会加快。公司过去五年前使用的一个技术，现在还在使用的比率将会逐年降低，迫使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第三点，团队学习。我们公司不可以成为组织学习的障碍，而发挥团队效率进行学习将是一个必然的。